古话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，这也是我们稻米手艺人的生活写照。我们稻米竹编之所以这么有名，全是依靠这个竹材。它上面有枝丫的大概就两年左右的，没有枝丫的就一年左右的，我们一般不会用。今天我们在竹林区选的竹子雌竹，它的竹节比较长，韧性也会非常好，编起来就不会断。我们都会选择两年左右，海拔在500到800米的这种竹材，它没有污染，没有蚊虫的侵害，光照还有湿度也刚刚好。稻米竹编的话，它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起源于生活日用技艺，比如说提东西的筐啊、篓啊、烧鸡、簸箕，跟生活息息相关，每家每户它必需品。在60、70年代的时候是最为繁华，山上清泉山下流，家家户户编花兜，整个稻米镇都是以竹为生。竹材的处理呢，它会经过这么几个过程。我们有一句话就是圆竹百斤，抽丝八两，只要的它表面的那一层，因为它后期的光泽比较好。我们是要把两边多余的这个棱角给它去掉，然后我们再开始分层。我们编织的小铃铛是用我们传统的挑一压一编织法，这样的规律一直重复。这个长头很有讲究的，长在那个茎面的1/2处，就感觉你整个作品是由一根竹丝完成的。从小这个竹编它伴随我长大，我整个的这个童年所有的回忆都是跟竹子有关。因为我们家很早从爷爷开始就做工厂，刚好就是2013年的时候，我们家里也遭受一场很大的变故，我们整个工厂在一场大火当中给烧毁了。觉得作为竹编世家的这个女儿，我有责任和义务回来传承这门技艺。当我们拥有这个技术的时候，我们肯定是想把它做得更拔尖，做得更好。但做得更好之后呢，不光要中看，我们还要中用，所以我们又赋予它使用价值，让它就是沉下来。做的这个工艺呢，是以前我们每家每户都会用的一个生活用品，锅圈隔热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是把它做得很细很薄，做成了比较时尚的这个耳环。技艺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只不过我们是在材质以及表现形式上去进行了创新。竹和木，皮和竹，总之就是竹加什么，更多的这个消费者他是愿意为这个创新和创意买单。稻米竹编它从原有的生活日用技艺发展到今天，它已经涉及到了竹主题的装修装饰、公共艺术搭建、景观装照、雕塑等等。竹编它不仅仅是一门手艺，也是我们高级的竹编艺术。我们稻米竹编呢，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把我们的技术变成艺术，再由这个艺术呢回归到我们的生活。
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道明竹编一直在努力不断的摸索和创新。我是四川非遗传承人